娱乐大宝剑，八卦今天见。在昨晚的超级企鹅篮球名人赛火热直播中，其中大批名人参与，以吴亦凡、皮尔斯带领的红队与由蒋劲夫、雷阿伦带领的蓝队同台对决，充满激情的场面引来无数粉丝的围观。可是在这场比赛中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插曲，在艾弗森出场亮相的一瞬间，苏醒竟然让人意想不到的急走到艾弗森面前单膝下跪，一表敬仰之心。可是艾弗森竟然全程冷漠脸相待苏醒，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苏醒都以如此隆重的方式来表达对艾弗森的敬仰之心了，可是却热脸贴了冷屁股。不过真是为苏醒的这一跪感到不值，满怀真心的瞎跪一表敬仰之心却被他人冷漠相对，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娱乐大宝剑，八卦今天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映雪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《娱乐大宝剑》，那就请多多评论点赞，也可以点击下方的关注订阅我们，下次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更新啦。我们老板说了，只要你们多多评论点赞一次，我的工资就可以涨一分钱，一分钱哦！各位大佬们，祝你们天天开心。